老板，周四平台会过来聊版权的问题，到时候需要跟你对一下内容。到时候提醒我吧。嗯。哎，这点事儿还需要别人提醒？下午提我们聊工作吗？你们感情好像挺好的。 怎么了，老板？爱情这种东西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。嗯。哦，不过我还比较有钱了。啊？最近好像也没那么多钱了。啊。不过我还有才华。 进步很大吗？你都会开玩笑？开玩笑？你觉得我是在开玩笑？你觉得我没有才华？刚才这才是开玩笑，挺好笑的，哈哈。好。 我最近在找房子吧，找到合适的我就搬出去。没关系，老板，你不用着急。真的？什么时候？小锦，这不是关心一下他吗？我是怕打扰你们创作，不要以为当我们公司的签约作者很简单。好的，老板，知道了。我先去休息了。好。哎，老板。 我今天晚上跟叶总一起吃饭来着。我觉得他其实挺关心你的，你要不要找个时间跟他聊一聊？现在还不是时候。等我不那么幼稚，才有资格靠近他。可万一他不再等你了呢？只要是他真正想要的，他当然可以有别的选择。 反正你不能有别的选择，你的选择只能是我。知道了。我刷牙，你们继续。